Hello， 我是阿杰，我是人称 AKA 最去油的旅游系 YouTuber。今天呢，刚好有空来这附近走一走，刚好下一个行程还要两个小时，我决定来一个台南最去油的旅行。那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，这附近有的景点最去油的条件就是一定要穿拖鞋，然后呢，必须要是不用钱的。那刚好在附近就发现了一个最新最流行的警察新村，那我带各位去看看到底有哪一些东西，走喽 ，Go！ 如果你逛完逛累了，这附近会有一个社区公园，你可以来这边。其实这边非常的chill放松，整个步调呢也非常的慢。如果你的假日真的不知道去哪里玩啊，不想去市区拥挤的人，你不妨可以把你的一点点时间，这里不需要花费你太多的时间，你可以来这里走走看一看，体验一下眷村那种慵懒慢活的感觉。9月12号跟9月13号这两天有办一个2020水交社警察新村的趣友生活日，它里面会邀请到了很多的，譬如说有吃的轻盈共处，或者是很多创作者的创作重生，也有嘻哈派对。那这两天呢办的活动其实非常的精彩。如果说你真的刚好不小心要来台南的话，然后又不知道去哪里玩，你可以拨个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来这边。那这边的停车场其实也非常的大，也非常好停车，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，体验一下这种眷村的缓慢的生活，简单去哦。在忙碌的社会中，或许你也可以得到一丝丝一丝丝的惬意。欢迎大家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9月12号、13号一起来水交社2020警察新村活动。